好，Good morning。今天是7月3号啊，美国东部时间，现在今天早晨，今天天气是天蒙蒙、雨蒙蒙啊，就是潜龙在渊呐，群龙无首啊，这个今天用这么的两个词啊，来表达一下这个看到的拜登总统和北欧啊，北约峰会，北欧还有北欧那个欧盟那个欧盟这个峰会，就是他们一大堆人呐，这个用四个字来说叫群龙无首。也叫，还有一个字叫急。这个怎么，这个群龙无首怎么急？群龙的意思呢，就算是你是龙啊，大家这几个人，这个北约的成员都是龙啊，这个，现在美国呢，拜登也是个龙啊，这个你很了不起，在那里呢，就是大家都是龙。但是呢，就群龙无首，感觉到呢，没有一个人呢，大家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没有一个统一的就制定了这么一系列的纲领呢，就是说什么制约这个北约这个纲领呢，就制约这个我把这个录音给录一下之后，我把它。这个今天讲这个，我因为讲这个目的呢，是为这个叫潜龙勿用，利见大人大海在这里啊，这个在这里忧国忧民的，其实呢，就咱们愚公移山这个有一这个7月1号呢是党的101周年的生日，也是我呢重温了一下我的入党的那个申请书学习了一下那个为人民服务我们这就对我是来自五湖四海这个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所以呢，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宗旨。但是那个还学到一个，那什么纪念白求恩。我们除了那么现在来了，就到了美国来呢，就要学做一个国际的公民。很荣幸，2010年呢，奥巴马总统和米歇尔夫人呢，在 email 给我来的 email 提名我为person in the citizen，就是总美，因为美国总统有一个特权，这个就叫做 person in the citizen，就提名了美国公民奖，这个是讲给对美国建设、美国国家、美国人民有贡献的这个特殊的人，这个就讲那个授予一个勋章，叫做授予一种称号，叫做 President Citizen，就是美国的公民。我非常的感觉到我这一生我做不了什么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但是我有一个总统的公民，It's my American dream，这就是我最大的梦想。
也受到了很大的鼓励，这叫潜龙勿用。潜龙勿用，我父亲呢，这个我14岁的时候，他带着一袋子红萝卜，我在北京流浪的时候呢，我父亲给我讲了这么两句话：委曲求全，潜龙勿用。我当时不知道潜龙勿用是什么意思，我知道委曲求全就是让我忍气吞声，不要去跟我姑姑呢硬碰硬，就是要学会了怎么样的，接收这个听意见，不要去反驳人家的意见，就是这个。现在知道韬光养晦，要忍气吞声，要委曲求全。我是这么讲，潜龙勿用，当时就根本就不了解什么叫做潜龙勿用，就叫我父亲那个意思叫潜藏起来，啊，不要暴露自己，但是一定要有所学习，有所作为，有所前进的意思。潜龙勿用，我还当时还是不懂，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懂，觉得还在学习。这个就是自己呢，这个时间呢，现在呢，就是在社会里呢，得到了这么一个贵人相助，就是2010年1月20号，我在那时候我正在那个我妹妹家，就是我洛杉矶，那个我在洛杉矶那里，我那个收到了 email， 哎呀，我感觉这是真的吗？我感觉这是真的，有这样的，这有这样的事情吗？我觉得这个就像拜登那个在那个，我就想起拜登在那个北京大使馆呢说了一句话，在美国那个只有在自由的地方呢，可以有创新，才能产生创新，挑战你的权威，挑战你的政府，这大概就是这么意思。哎呀，我说我这么得了这么一个殊荣，我要好好的表现一下自己，但是呢，我想起了这么一句话，叫做“潜龙勿用”，那时候叫“利见大人”，潜龙在渊，这个时候我已经叫做潜龙在渊了。就是我潜龙已经到了美国来了，就潜龙呢，利见大人。哎，我觉得这个话呢，这个是对我来讲呢，很有启发，很有鼓励啊。然后呢，米歇尔就问我，谁鼓励，谁激励了你？哎，我当然我这个问题我就回答，我说你激励我呢，又不太好。对不对？我当年的，实际上我的出生，我这么多的经历，坎坎坷坷的经历，在大陆呢，愈挫愈奋，每次给这个为了这个解放台湾，从1974年，我就给中央提出来那个5点建议，解放阶级路线，解放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开展的科学技术学习，然后呢，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解放台湾。你不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解放台湾就是解放台湾就是一句空话。这个东西激励了，但是我一句话何止一句话能够说得清楚呢？这不是回答一个 yes or no。这是用时间一个量一个积累啊，这个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至江河，对吧？所以呢，这是一个积累。我感觉到呢，我还做得很不够，我觉得我还是，同时我也觉得我自己呢，还不够这个资格，我来的时间太短。我没有这个得意忘形，但是我有这么一个激励，我感觉到，可是遇到贵人了，
所以我经常在这一直呢，奥巴马和米歇尔在2008年至2016年这8年当中呢，我就叫做潜龙勿用。什么叫潜龙勿用呢？就是不用之用啊。这个不用之用就是我为了我不表现出来，但是我要表现自己，我要充分的表现自己。我为了，报答这个米歇尔和奥巴马的知遇之恩，我要把我自己的精力贡献给美国的国家的建设和美国人民啊福祉和综合素质的提高。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提出了一个新美国人、新美国城市 （Reinventing the City）。新美国人那个 new 就是中国有句话呢，啊，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就是说做新民，大道之行在新民，叫苟日新，每日新，就是这么一个啊，一个新人，新美国人，新美国人民。就是这么一个啊 ，with the people， 就是要不断的提高自己适应啊美国这个环境所需要的综合素质。最后呢，我希望国家呢啊美国这个作为一个啊世界最强的这个发达的国家，应该有一个新的更包容的国家形象，海纳百川啊，美中合作呀。代表什么？我因为我是从中国来的，我是中美关系的受益者。我在中国呢，1982年的时候就成为美国 HCI Computer Vision 就是计算机视觉公司啊，这个计算机辅助系统，就是制造那个半导体辅助设计半导体线路板。实际上芯片也是这个道理，是设计线路板的这个计算机，用计算机来设计这个 IT 工程师，我就成了中国第一批这个 IT 工程师。然后呢84年参加招聘，又参加深圳蛇口工业区的招聘，来到蛇口工业区啊，成为第一家中外合资厂的厂长。当然也是有贵人相助啊，也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叫招聘组组长叫于德海，啊，他是，那个深圳市组织部长，也是蛇口工业区的那个主干处长，也是我们一直挂着蛇口，中红制氧厂的厂长，他是正厂长，我是副厂长，啊，任命我为就招聘我来之后。任命我为副厂长，我觉得他给我一个施展